各位观众，嘿嘿嘿嘿，搞定，搞笑啊！电脑也无关，足赶要下班来看哦。今天要来办活动接电啦、啊，居然修了个装修，没有电。那就是想过无困难造车啊！较困难啊，造车就无问题啊啦！逐天拢有上班哦，车就袂无电啊！那边会过无啊？好啊好啊 ,OK 啊。你讲这个。对啊。山伫顶面啊，阮的迄个阿叔的伫后壁。啊，微电表。无半地电哦。哦，我们现在。这一带很方便，在这里。室内灯的小灯。对啊。开两间。副灯爱先干哦。哎，阮这批介方便呢，伫遮。我靠，两头啊。哎呀。应该是啊，我唔捌用过啊，应该是啊。安尼好，这头伫遮。正灯，正灯，互你家己。正灯。我想讲应该是无电，应该若无电，袂无电，甲拢无半滴。副电，副电里边个东西，哎、欸，哦，我这边爱先搭正电。方便个，安尼是甲。这条诶，对对对，这条，诶，这个地方跨街啊，甲这个，哒哒哒，接起来哦，呵呵，呵呵，风吹是嘛。好，各位观众。嘿嘿嘿嘿嘿，搞定！大饼要重设了，哈！大饼要重新设定。大饼，时间的哦，时间到呀。来乱。两片抽出来，重新设定。好笑啊！电脑也无开。啊，第一台电脑，开始跑啊无关。哎，结果看，结果不是，你要吹到这。电脑落死了。足赶要下班来看哦。
边角。啊，这个头甲钱倒转。安尼，头顶，头顶。安尼，各位朋友，下车记得要关闭电源哦，吼，电火有诶无要顺一下哦。啊，无若无压缩线吼，真麻烦。刚才又有地震，还跑去那个三龙跟他们借一下。哦，不然真的不知道早上这个时间要去哪里借了，很麻烦呢、啊。应该是要来自己准备一组了、啊。OK 啊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